12斤猪咪与88斤女孩养成计划。早上6点，我的猫猫闹钟准时到达，小年宝会陪我再睡一会。7点我在刷牙，它永远在。超级爱陪伴型小猫。找到它了，因为找了它很久。来了，来了。连小流浪都很亲人。姐姐都说你是不是带猫两个来找你的，对不对？给小雀猫留了吃的就去跑步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我就知道它会等我，今天美美的饭是它，嘿嘿。好的，偶尔会买点小海鲜，美美超爱的。小肥猫养成记，吃饱就挠我的拖鞋，买了2个猫抓板子，一说它就心绪不挠了。勾引他过来是为了要给他刷牙，扒开嘴巴，一张小肉脸，不笑拒绝，开始刷刷刷，还算是乖乖小猫捏，其他地方也不要忘记刷了。今天的晚餐这是什么鱼忘记了，清蒸肯定没问题。12分钟开始计时，熟了熟了。这是我刚刚放进去的那条鱼吗？搞得我不敢认，这么丑，加工一下。哟，大哥，美美的晚餐是无菌蛋和无盐鱼，美美的无菌蛋初体验是吃的。你要吃我的不太好吧？劝诫成功，他自己吃饭了，吃饱了会等我吃晚饭，这是我的饭搭子。半夜起夜上厕所，找一个厕所搭子一起去，睡得迷迷糊糊也会和我一起去。我给妈妈一起好不好？嗯啊，我的安全感他来了，除了有点变态什么都好。我要回去给人类穿鞋，准备睡觉了，乖乖们晚安。超敦实的胖宝宝，